较妙的东西。哇，他是天的，他是天的。没有，反正我们这一趟直接贴的海宝系列。欢迎我们下一个咱后一个顶头吼、哦，来到咱诶迄松露珠团的团前来进行咱今仔日的拜礼。观将手。好，咱中江组的观将手来到咱的现场，来麻烦咱赶快咱头前的人，头前的人咱尽量拍后开吼，把咱的将手会当来到咱的团前来向咱的调度进行。来进行参拜，来麻烦咱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来麻烦我们尽量往后退，感恩。感谢大家的配合哦，那我们就要去上一点往前，来咱到后边哦。好，来麻烦我们各位，麻烦我们各位尽量往后撤。各位讲到我们的南家将，做北关将，哎，那个北部是关将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早发源新庄地藏庵的家将团，对的那个将手团，关将系统，这个是我们台湾最早，应该是说我们台湾现在大家看到的，除了家将以外，很多地方都看到我们的将手，但是最早的就是我们新庄地藏庵。对，我们的地藏庵的这一定将手，所以我们的将手，这我们这些将爷们，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一个辛苦。没错，大家看到他们的动作，除了说他们的服饰上面的一个艺术之美之外，他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那一种力与美，其实是大家可以去看的，不是说你的用力的搭建。对，真的，它的所有的含义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。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新庄，我们的那个大众庙的观众手热烈的掌声？谢谢他们。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在这一次哦，特别陪着咱新庄大众而言来进行一个暗后。我们的那个
新庄的那个大众庙哦，没错，除了咱的众须以外，就是大家现在在后面所看到的阴阳师，阴阳师，我头一摆看到，你头一摆看到吼，这个是咱家非常非常特别，他大家都敢看的，所以伊是特别伫咱的咱大众老人也闹见的群落当中，伊拢会出来进行庙，不一定都会出来就对了，都会出来，都会出来，对，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哦，对，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尊。来，咱现场的好朋友来拍一个婆啊，写一个哦。来，欢迎的，现在进场的是我们的阴阳师。来，现场的好朋友来，要去上的哦，要摄影的，赶快把握机会哦。好，我们的阴阳师管管啊，我们的那个阴阳神事，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纠纷啊，或是有一些问题，就没有办法摆平的时候，都会来找他，对，来跟他做祈求，对，之后希望他能够帮他来进行审判。没错，对，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这边新庄哦。非常非常特有的，对，因为我也有去求过。对，因为这个是从这个地方来。来，麻烦那工作人员来，五张椅子，六张椅子，六张椅子，来，麻烦后面六张椅子，工作人员六张椅子帮我们搬到我们前面哦。哇，我们这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哦，很盛大，很盛大。我们的阴阳师就跟我们的那个来椅子，来我们这边秀就要在我们这边稍作定价，非常非常。来，各位到庭哈。大概看到到底，来，麻烦我们后面的人，我们尽量往左右那边撤一下。来，麻烦，那很牛，那很牛，在后边溜。哎，来，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椅子好了，赶快拿出来。来，后面再补一张椅子。起码咱转台北龙安北港开机，如恒进恒等，之后甲咱正贤堂，之后嘛为着要来为咱的教授甲咱秘书献上咱的饮料，感恩因伫这边会当带咱的大众老爷出来雅巡，所有咱现场的大家会当平安个顺心。我们的来，记得时阵哦，我们线上我们的意志。还有我们的茶水，是。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好朋友，大家拢能得到平安，拢会当为大家来祈福吼。咱今嘛，咱中港雀总如主来，和咱进行咱雄飘。来，好，来，我们麻烦我们现场中间的好朋友，我们麻烦来，咱来中间的维哥扭开，嘿，咱来中间的维哥扭开，咱的教授加咱阴阳师准备变咱后一个行程，是，嘿，伊这边会当来个家吼，到咱的罗主大家，吼，会当我来传播民众，会当这近距离的接触，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个活动。对，所以来麻烦咱后边空间留出来，因为过来要往我们下一个行程。来，我们后面麻烦。
麻烦请我们的摄影师来把我们的空间让开。所有来点球，所有的好朋友，是不是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，恭送我们新庄大众庙的关将手跟来的阴阳师，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看大谢嘞！哇，感谢因这边会当对咱的大众老爷哦，出来做这个绕境。对，没错，而且真的是让轩轩目瞪口呆，连我呢看到我都觉得哇，我心灵好像也受到保佑了，我感觉心情非常非常的好。来，安尼给你们好朋友哦，来翕相诶，来赶紧的哦，这个机会很难得的哦。好，再一次热烈的掌声，恭送。谢谢。来，麻烦咱老表好朋友，还要走到牛龟，感恩感恩。好，来，我想要听到恁的普通声，来，麦克，大家别去上来，掌声给我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在传统的艺术里面，这个其实如果我们简单来讲，就尊师重道啦。对，嘿，之后这个也是在不一样的官衔，因为那点阴阳师在这一个空间里面，他所得到的任命。伊就是爱坐大位，是要代替我们现场，就是配来开咯，开咯。所以不管要去到对，要请爱上座的时阵，咱的重视一定会先来替开咯，配看好，下咱阴阳师禀报了后，伊才会当换坐头了，替咱的阴阳师来开咯。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一个概念，所以大家在看家庭的时阵，爱去了解讲咱中的一个精神，对。嘿，这就是咱大家都知道非常特别的传统文化。对对对，来，这个赶快拿出来拍照。麻烦我们那个后面，麻烦我们后面的摄影师，我们麻烦我们后面的好朋友，把中间的走道给让开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用掌声来恭送我们阴阳师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。咱若有时间哦，咱会使来咱的来大众爷庙家哦，来给咱的所有神明来拜拜。拜了以后，大家心情一定会较平静，然后大家有求必应哦，想要有什么就来什么，真的是很灵啊！来，接下来我们。